I confess I need a little convincing to put these pecs. 啊，啥就是待会有些任务，拿炸药桶。待会有些任务需要拿炸药桶之类的，我们不能拿。需要，我们可以帮你护航。准备干他，不用格挡，直接掏出你的，掏出你的剑锤锤了。我操，我太没体验了，让你们先打一下，我就帮你们守下屁股，防止你们太没体验。我不用，不用给我，不用给我，我一般不会被投。还真成战斗牧师，战斗牧师正伟，西格玛神剑，米拉克神剑，我操！西格玛神剑，这游戏最早称呼挂哥不就是西格玛神剑吗？那个30-几一个横扫的那个技能，然后你也可以无限开大。这是天劫头上框，太对了，赫姆加特，就是，主要是有那个就是那个火法二，我操，法二那个天劫头上框是真的难拿，那卡 bug 打呀，哎呦 boss， 哎呀 boss， 啊。boss， 我操！我感觉在听合唱曲，可以。这个其实我没有那个。哎呀，我要死了！我救不了你，我只带奶盾就好了。你们走前面，我走后面，我看着给。我操，这么多怪吗？太夸张了！天劫特感好多的，不是有些看不清路了，说真的。还好我带的是给自己回血，我倒是不需要药包。说了，天劫头像框最难就那个法二了，法二是真的，我操，感觉太吃那个，太难打。还好现在法二也可以无敌。你，哦，我操！沐浴在西格玛的圣光之中啊！西格玛、比拉克，操！喂，来吃个血药，你也可以无限大。不过圣杯他如果不点，圣杯如果他不开那个，好像没啥意思。圣杯不开那个可以。击 boss， 给我整活是吧？什么直接断我大招？给我血药，他给我血药断我大招，牛皮！走啊，后车推着往上走啊！这边的控制杆我不能拉，我一拉交互就没了。你们快拉一下这控制杆！啊，控制杆可以拉，控制杆可以拉的，就是那个东西不能拿罢了。控制杆是可以拉的，就是不能拿东西，也不能切书或拿药。其实你不需要给我打，你不需要给我打。
已经倒了一次，再倒一次不就死了吗？说的对哦，不是嗑药，主要是我自我自己回血啊。啊，对，我喝了。你说了，我刚不是被断大了吗？我在荒原打了过一把这个，是消卡。这个可比消卡猛多了呀！这个等于是 buff 全点满的消卡了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军医，然后一个佣兵，一个那个团长，一个队长，佣兵加队长。我是军医，那好像有，再加了一个那个废铁。哦，就是消卡队的话，其实一般会带一个，就是那个屠夫或者。因为他们两个回 CD 快嘛，一个人有消卡，我跟你说，屠夫一个人拿完消卡之后就很好打了，他拿了槽了一直刷新大招。对。哇操，圣光普照了，属于是。没事，那个如果你。下一把我就不打精英了，我换个法二吧，等于是快打完了，应该是，看看你都快打完了，我今天才开第一把的，无所谓，我法二还没打呢，法二也要打。喝药的说 F， 对，没错，喝血药的时候瞬间 F， 但是有手部动作的那个角色。天瑶，你那个药瓶举起来放到嘴旁边之前按个 F 就可以了，你把药瓶子举起来按个 F 就可以了。就是喝药一瞬间看疯狂 F， 西格玛神选，哦不对，比拉克，总是说错，比拉克神选。说真的，我天劫财富好像还没开呢。哎，那个战神财富没打，没有找到吗？没开呢，只打了一个马克思好的那个按钮，别的几个都没打。几个都好难找，阴间。阴间确实，主要是攻略比较少，然后我看到几个攻略都是在那边拿了传奇难度那边打了一个小时，那新兵难度都看不到。